我是 Stussy 扇子腿店，北京扇子腿店的店长，我叫黄安。Stussy 扇子腿店呢，最初是由 Stussy 香港发起，在北京做为期一个月的展览，然后受到了很多 Stussy 的 fans， 还有各界的潮流人士的关注，所以我们决定在 Stussy 把 Stussy 引进到中国大陆。我们这家店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官方店。Stussy 引进中国呢，我们就想带入一点中国的元素。店内的装修主要就是以典型的中国风和老北京风为主。像我们这个涂鸦是由北京本地的一个很出名的涂鸦团队创作的，他们也都是 Stussy 的 fans。当时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很有兴趣为 Stussy 做出点什么。像我们主要的涂鸦作品，全部都是用国内的很老的一些艺术品，比如说老北京的古城墙，还有一些像花瓶和这种台式，和中国特有的屏风，我们在上面完成一些涂鸦，突出一点 Stussy 的特色。然后货品我们是全球同步，挑选了一些 Stussy 和各个方面的各个潮流品牌的合作的一些单品，还有符合一些中国国内的人品味的一些潮流单品。三里屯这个地方是北京潮流聚集地，主要来这边的都是北京的一些年轻人和全国各地的一些年轻人，他们都是喜欢潮流、热爱潮流，特别是街头潮流。那最后，欢迎世界各地的潮流爱好者和 Stussy 的 fans 都来参观参观我们的 Stussy 北京 store。